么歌吗？应该是很难听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一句一句一句的，就是接了18首歌哈，所以呢，真的要很熟悉这个经典歌才听得出是什么歌什么歌呢。好，来送上你这首歌曲呢，听众歌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送上下一首歌，来这首呢，也是一首算得上是经典的歌，相信大家也是不陌生的歌，来这首《万里长城》送给大家。好，刚刚呢唱了这个拼装歌，有唱到这个荣华，也谢谢我们的荣华娱乐制作哈，谢谢。万里长城，前面的很好，后面的好像没有什么好的。